怎么这么冷你还洗衣服啊？狼人要水啊，不水不有衣服换啦。不是有洗衣机吗？买来又不用。你们的衣服搭不住了，水不干净给洗衣机。那买来有什么用啊？用来过水泼水都可以啊，用小水还可以省电。奶奶，那我来帮你洗吧。我不用你的。哎呀，走开吧啦，这么冷洗什么水？怎么我洗就冷，你洗就不冷呢？奶奶的皮厚不怕冷，她说今天你爸回来，一早一起不到来。哦，杀鸡啊！吃完下雨没有什么菜。好的，我要吃鸡腿皮。奶奶，鸡做回来啊！帮我拿一点衣裳，我来拿。哦。小天，你早点天退回来。哦，知道了。摘什么青菜？那我摘这个吧。够了。红颜旧，任凭斗转星移，唯不变此情永。嗯，煮好了，奶奶好香啊。小秋又拿盖煮来了。嗯，等爸爸回来再一起吃。怎么还不见爸爸回来的？城王百口惊动。奶奶，怎么还不见爸爸回到的？我也不知道啊，可能是晒焦吧。哦，菜都凉了。要不我热一下菜，你们先煮。不了，奶奶，等爸爸回来再热吧。嗯，可以。不知此心何寄，红颜旧，任凭斗转星移，唯不变此情永远。爸，回来啦！是啊，在这干嘛？等你回来吃饭呢。不用等我啊，煮好了你们就吃。饿坏了吧？嗯，有点饿了。妈，我回来了。那我现在一下菜就可以出了。啊，知道了。爸，不是说回来陪我过生日吗？是啊，但是我出去太久了，有厂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。嗯，晚几天好吗？到时候我们开播和粉丝一起过。真的吗？那什么时候啊？要到八九号那时候吧，到时候也是你的新历生日。哦，好的，准备煮饭了喽。